Hello, IP 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小编钟景华。那我收过最傻眼的圣诞礼物就是垃圾桶，因为通常我们在交换礼物的时候，大家会买一些有价钱限制的，5块钱、10块钱。那我那时候是15块，那收到最傻眼的圣诞礼物是垃圾桶。那在这里呢，我要为钟景华祝大家 Merry Christmas， 圣诞快乐。